学佛的人知道，报应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人做不了主。啊，真正学佛，就希望在这一生的自己能做主宰，这就没有白来。改正我们的方向道路，我们走更幸福的道路。更殊胜的道路，这就对了，这就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。老祖宗都讲到了，只是现在人没读书，不知道，也没听老人讲过。现在的老人是前一代的孩子，前一代孩子疏忽了，没有认真读圣贤书，就造成了大难。可是总原则要能掌握到，古人做人先想别人后想自己，这个好。现在人先想自己不想别人，别人似乎跟我没关系。他不知道别人似乎跟我有大关系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